晚上车太多，应该是圣诞节，全是人，这么多摩托车，圣诞节人全部过来，路都塞满。哦，看一下越南，真的全是年轻人，这么多人，太吓人。这里是软会街，软会街现在人挤爆掉了，全是人，哦，太吓人。那边也是。今天晚上人最多，而且不是周末，一下涌这么多人，人太多了。这个女孩很漂亮。圣诞节。等一下，这边有很多的警察，太多的人，我挤爆掉。看那边多少人，全是摩托车。都是年轻人嘛，这个国家没有老人。你看，多么多的年轻人。很多人把摩托车都开过了，现在这边好像停车位都没有。你看，交通警察都过了，完蛋了，这么多。像那个蚂蚁一样，全是年轻人啊。胡志明有1300万人，如果加头周边的城市的话，有将近2000万到3000万人。你知道这个国家就太多的年轻人，所以很多的外国企业都搬到这边了，那边人更多。那边看一下，那边好像拥挤，还有源源不断的人从郊区赶过来。这边更吓人，真的很像蚂蚁。那边也是，都是年轻人。
怪不得很多的国家的男人都来越南找老婆，来这边就对了。因为今天是圣诞节，所有人都过了。那边人更多，全是摩托车。头上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太多的人。